各位观众，现在看到激烈热身的灭火器及他手雨辰，哇，挥拳的动作十分威猛，还没有上场就先带给对手巨大的压力。另外一边的七海刀郎沈文成一样不慌多浪，即使身为老一辈，哦不对，是身为前辈，但气势完全不输人。今年的精彩表演，究竟谁先拔得头筹？2024总统府音乐会，敬请期待。